站住吧！给你点颜色瞧瞧！是雪影，帮帮我发亲，马克。 小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朋友们，有紧急情况，在野生动物保护区西侧捕捉到了遇难信号，信号很弱，我现在把位置传给你们，请救援队的朋友们马上搜查一下。别担心，小娟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树林里面好像有朋友需要我们帮忙，我们先去救援，然后再去寻找偷猎者。知道了。 信号马上就要消失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。差不多就是这里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啊，朋友们，找到了，在这边，看那儿，在悬崖的下面。我和海莉下去了解一下情况，你们在这里待命。走吧，海莉。好。 看上去没有任何动静啊！嗯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哦，这两个家伙是？我看到两个家伙，两个都是山地越野车，其中一个是黄色的，看上去非常敏捷；另一个是橘黄色，背上还背着一个轮胎。狐狸，稍等。怎么了，海莉？我觉得这两个好像就是偷猎者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跟我碰到的那位朋友所描述的样子完全一致。什么？仔细看看，肯定有可疑之处的。啊，是捕兽器。看吧，他们就是偷猎者，我们必须马上抓住他们。听说这两个家伙很会撒谎，而且力气超大。尽管如此，那也必须把他们安全的救上去再说。你快上去，马上准备一下开始救援。嗯，好吧。 好了，罗伊，慢慢的往上拽。好的。好了，你们证明一下看看，你们到底是谁？好，现在正式介绍一下自己。 是山岳救援队队员，我是马克，我是巴奇。啊，原来真的是救援队的。对不起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请你们理解。没关系，换做我们也会那么做的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大家帮助我们。没错，能认识你们这么优秀的救援队员，真的很高兴。我们也很高兴。那个朋友又是谁呀？你说哪个朋友？就是那个跟我说你们两个是超级大坏蛋的那个朋友。你也跟我们一样。 被波切耍了吧？波切，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偷猎者。其实我们俩就是因为追波切才遭遇事故的。是吗？那个叫波切的家伙，看来不是很容易对付啊。没错，他很会撒谎，非常善于四处逃窜，而且使用了无法预测的武器，害得我们陷入困境。所以看到你们被他暗算也不觉得吃惊，因为我们已经遭遇好几次了。啊，真不像话！坏蛋就在我眼前，我就把他放走了。 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试试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波切！山路真的很不好走呢。小娟，什么事？波利，
马克，刚才充电站报警说发现了疑似波切的车辆逃离。什么？如果那辆车真是波切，他肯定会逃到森林里去的。好的，我们马上搜索森林。如果你们需要帮助，请联系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的。好的，谢谢波利。看来我们必须协助他们一起搜查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反正波切会到这里来的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波切现身，然后把他抓住就行了。但是我们的对手可是波切，我担心朋友们会受到意外伤害的。在这里等着，抓住他就等于瓮中捉鳖。海莉，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，找到了。波利，波切刚才进了森林。将位置传送给我，大家加快速度。波切，马上站住！这些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竟敢来妨碍我！哎！大家当心！伙伴们，还好吗？别担心我们，赶紧抓住波切！好的，海莉，快跟我来！放心吧！嘿！站住，波切！切！难缠的家伙，你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山岳救援队也在追捕你。真搞笑，他们已经被我打败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波利，小心，下面是悬崖。什么？别动，我把你拽上来。救助完毕，波利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多亏你们帮忙，否则波利就危险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不过现在怎么办？罗伊和安巴也受伤了，波切也跑掉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发现了波切的藏身之处。什么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我们其实是想自己去解决这件事而已啊。没错，而且我们没有想到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麻烦。哼，这太让我们心寒了。海莉，他们也是有苦衷的，现在知道了波切的藏身之处了，我们赶紧去那里看一看吧。现在开始，让我们齐心协力解决问题。就是这个洞穴，好像还没回来呢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，我在洞穴附近做了记号，这样波切来的话我们就能知道。不错哦。嘘，波切出现了，请大家各就各位。就现在，波利，波切，你是谁？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布鲁姆斯小镇救援队的波利。耶，就此收手吧！放开我！臭家伙！好久不见，波切。你竟然抓走了无辜的小鹿，这次绝对不会让你逃脱的。用这种小细绳子，怎么可能抓住我？朋友们。马克、巴奇、波利，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快去追波切。想抓我有那么容易吗？站住，波切！这次你不可能再逃掉了。我们不会退缩的。罗伊、安巴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这帮家伙真是……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就发生武器了。偏偏这个时候。赶紧束手就擒吧，没电了你也跑不了多远。嘿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束手就擒。站住，波切！帮帮我！愚蠢的家伙，自己挖坑自己跳。快把我拽上去，把我拽上去！轰隆隆咣，超级雷电发威吧！你们知道雷电长什么样子吗？我知道，
雷电就是哐云层相撞产生的东西，我们车之间相撞不也会撞到冒火星吗？不对，雷电是老天大发雷霆发出的呵斥声，他想吓唬做坏事的人。这两种说法都不对，天上的神仙打架就会产生雷电，雷电就是神仙使用长矛时轰隆隆咣长矛击到盾牌上发出的声音。什么呢？胡说八道。谁胡说八道了？我说的是对的。对什么对呀？你又没有在近处见到过雷电。什么？好吧，那我们明天就去离雷电近的地方看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就来判断一下谁对谁错。你是说从近处看雷电怎么看？我们去银河树山坡，那里是我们小镇最高的地方，所以在那儿就能看到。好，差不多到了，加油。我太冷了。雨也下得这么大。其实我也很冷。要不我们先进去等着雷电好不好？好的。这里又冷又胖。再等一会儿吧，雨越下越大，应该很快就有雷电了。吓死我了。呀吼，神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，伙伴们我们快去看看吧。我其实很害怕。我也怕，我不出去。什么嘛，我们来都来了。那好，我自己先去看看，你们俩在这儿等着。真不明白有什么好怕的。不要啊，到底快来啊，我们俩被困在山洞里了。马上过来帮你。海莉，你带陆迪去安全地带等一下。好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好。陆迪快走吧。Polly， 雷电太强了，很难接近洞穴。看起来我得去山顶上把雷电吸引到我身上才可以，你们趁机把孩子们救出来。吸引雷电？难道你打算启用防御保护装置吗？那可不行，不知道防御保护装置可以坚持多久，但目前看来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没有时间犹豫了，得赶紧行动。朋友们请相信我。知道了，小心点。Polly，防御保护装置启用。好，都交给我，来吧。雷电正在向玻璃聚集。快走吧，安巴。我好怕。我也怕。孩子们，我们来了，别担心，稍等一下。很危险，进去，别站在洞口。好的。快点，防御保护系统快支撑不下去了。你再坚持一会儿。快出来，孩子们。好的。妈妈呀，跟我来。Polly，我们都很安全。知道了。昨天收尾工作确定做好了才走的吧？当然了。
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材料都被雨淋湿了。看来昨晚风刮得特别厉害啊。这可怎么办好呢？本来就刻不容缓了，还出了这样的事，火车站好像没法按期完工了。彼得先生，我和布鲁诺现在就去材料工厂去取木材。对，只要能把木材尽快运回来，完工是没问题的。过了那边的隧道就是材料站了。隧道禁止通行，怎么办？走青蛙大桥吧，现在走那里最快。怎么办？这样下去又会迟到的。不要太担心了，不会太晚的。不行不行，就算晚一分一秒也绝对不行，再快点。知道了。大事不妙，禁止通行。走青蛙大桥吧，现在走那边最快。好的。快来。等一下，不能过桥。朋友们，对不起，能让我们先过吗？我们赶着去参加竣工庆典呢，已经迟到了。能理解你们，可是我们也得尽快过桥啊，现在得立刻取木材回来。我们真的很急，如果我们晚了，竣工庆典就会搞砸了。现在重要的可不是竣工庆典，这样下去火车站就没办法如期完工了。对我来说，竣工庆典更加重要。对不起了，我们必须得先过去。特里，往前站。不讲理，快回去。我们快点过去不就行了吗？特里，快点。根本就走不快，桥太窄了，搞不好就卡在桥上了。这样下去得在这儿过夜了。不行，德普，跟我来。去哪里？特里，我们是在往前走吗？再快一点啊。在走着呢。他们这是去哪里啊？他们想干嘛呀？不会是想跳过去吧？哎呀，好了，成功了。布鲁诺，等我。瑞普提去哪儿啊？帮帮我，瑞普提。等一下，他抓住我的手。怎么办呢？什么事，小娟？邓普、布鲁诺，瑞普提在青蛙大桥附近发生了事故，请所有队员马上行动。是。这边！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帮帮我！大家不用担心，马上就来救你们。罗伊，准备起重机，其他的人全部跟我下去救援。好。是啊，心里越是着急就越是容易出事故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事情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管怎样，大家都平安无事，这是最好的。真是太对不起大家了，我如果不耍那些没用的脾气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瑞普提，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明明知道你们的情况，可是还不理解你们。是啊。火车站竣工仪式把大家都弄得焦头烂额呢。彼得先生，我们帮您一起施工怎么样？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干，说不定能按计划完工呢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也尽力帮忙。原来你们在这里啊。怎么了？
我们打算去看虫宝宝，要不要一起去呢？想去是想去，但是如果都去了，总部就没人值班了。 Polly 如果愿意留下来值班的话。好的，小娟，我就为了你牺牲一下好了，虽然我也很想去看看的。真的吗？谢谢你 Polly。 百乐阿姨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小娟，大事不好了，虫宝宝都不见了。虫宝宝都不见了，要是不快点找到他们，他们会死掉的。现在能过来帮我们一起找找吗？我知道了，请稍微等一下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现在请立刻出发去码头。是，小娟。伙伴们，等一下。什么事，波利？我要向你们坦白，我不能碰虫子，准确地说，我害怕虫子。果然被我猜对了。就算我去了，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，真的对不起大家了。瞧你说的，波利，怎么会帮不上忙呢？我们当中属你最会安排救援计划了。是啊，找虫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，你只要吩咐我们怎么开展行动就好。可是那好吧，就按你们说的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跑掉的虫宝宝一共是七条，对吗？现在肯定没跑远，还在码头呢。幸好还没有跑远，但问题是虫子太小了，我们的码头却有这么大。海莉，用探测器可以查到虫宝宝的位置吗？没问题的。那这样好了，海莉负责找到虫宝宝的位置，其他的人负责用引导灯引出虫宝宝。你是想用虫宝宝趋光的原理啊？没错，虫宝宝被引出来以后就可以抓住他们了。这个主意不错。好的，那我来确定他们的位置。仓库附近有两只，码头那边也有两只，吊车三兄弟附近有一只，特里的车厢里还有一只。什么？问讯处附近有一只，一共七只，全都找到了。干得好，海莉。大家用这个灯引出虫宝宝，然后用镊子小心地抓吧。坎普和百乐阿姨也来帮帮忙吧。好的，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宝宝们，应该行得通吧。任务完成。哇，百乐阿姨好厉害哦。快点啊。好了，吓死我了。快点出来吧，求你了。不知道大家顺不顺利。Polly，都找到了吗？没有，还差一只没有抓到，信号显示就在这附近的。找到了，托利，你头上有一只虫宝宝。什么？在我头上吗？托利，我来帮你抓，你先别动。等一下，罗伊，让我试试吧。你好，对不起。成功，成功啦！你真棒啊，波利！怎么会停了呢？
好黑呀、啊！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四部曲，四部曲，帮帮忙啊！四部曲，我来了！四部曲，快帮帮我们！我们都动不了了、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可怕了！我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都有救了，预报说西部会刮来大风，通过风力的发电机，我们就可以临时解决电力的问题了。真的吗？怎么回事，小军？看来总部的应急电力也用完了。糟糕，好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，风力无法识别风向。那么就算风来了，不也没有用了吗？那怎么办？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了。还不能放弃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去看看有没有转动发电机的办法。是啊，也许我们还有希望。至少要试一试。好吧，不过大家要抓紧时间，马上就要起风了。是，小娟。好像没电了，我感觉现在已经走不动了。你说什么？就在刚才，我把电量分了一些给波斯提。别管我了，你们快去吧。你确定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，马上就要起风了，再不抓紧就要错过机会了。好办吧，我们一定会回来接你的，就在这里等着我们。我会的。风车的朝向都是错的，看来我们得手动调整风叶了。海丽，能做到吗？没问题。嘿，海丽，你没事吧？糟糕，我的电力也不够了。罗伊，把我们的电力分给海丽吧。好的。不可以。那你们就都动不了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考虑别的方法了，只能这样了。海丽，你可以吗？我会努力的。好了。海丽，马上就要起风了。怎么不转呢？是我弄错了吗？转了。哇，我来电了！海丽，你真棒！哇，成功了！发电机终于转起来了！安巴。四部曲的事物真好笑，下次
子又会出现什么事物呢？我真的好期待哦！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哦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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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的事物真好笑，下次又会出现什么事物呢？真的好期待哦！啦啦啦啦啦啦，好期待！什么？没有包裹？好奇怪，我明明带来了。该不会是失物掉在哪里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可是绝对不会失物的。那我的包裹去哪儿了呢？这个怎么办呢？要是今天拿不到设计图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继续施工了。难道等我一下啊。去哪儿了？我来救你。不可以，别过来。波斯提，对不起。笨蛋，叫你别过来的，我们俩都被卡住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先去现场查看一下状况。好的。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找到了！还好吗？波斯提，斯普奇！玛丽，别担心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罗伊，我沿着悬崖下去，然后你把挂钩放下来。好的。这个应该可以。救命！罗伊，把挂钩放下来。哦，好的。再加把劲！好了，罗伊，拉上去，快！得救了！
睡得好香啊，明明，睡得好吗？嗯，明明，明明，你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潜望镜终于做好了，哇，好棒啊！海莉，你先来试试看。哎，真的吗？好清楚啊！哎，好，哦，还可以调节高度，好方便啊！嘿，小娟真厉害，过奖了。哦，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，马林？明明好像生病了。什么？明明生病了，哇，我们得送他去医院看看，你们能帮帮忙吗？当然了，我这就派救援队过去。来了，明明他沉到海底去了。什么？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，我们得快点找到他，不然明明会出事的。别担心，马林，我们一定会帮助明明的。波利，我们用潜望镜吧，有了潜望镜应该可以找到明明的准确位置了。好的，那你回去取潜望镜过来吧。嗯，大家在海莉回来之前做好救援准备。好的。好了，洛伊。嗯，我回来了，海莉。找到了，它靠在海底下面的岩石上。好的，你确定一下准确的位置。好的。明明。可以了，玻璃。罗伊，降下救生箱。好的。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。好了。哦，明明好像不想进救生箱。什么？他可能是在害怕，明明要是不肯进去该怎么办？明明，别害怕，我们是想帮助你啊。是啊，明明，快进去吧，相信我们。明明，快进来吧。明明，求你了。明明，明明，快进去吧。进去了，明明进去了。啊，明明，好，那我行动了。马林，我们会把明明安全地送到医院去的。太谢谢你们了，洛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别担心。
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小娟，我们来看看你的作品。嘘，他现在在做很重要的步骤。嘘，好了，看我的手艺如何。哇，好棒啊！我好喜欢这个礼物啊！来，米妮，爷爷也能满意就好了。是啊，谢谢大家。我带着给爷爷的礼物，高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跳。谢谢小娟，我家米妮在你那里吗？哦，他白天就回家了。是吗？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？什么？米妮现在还没有回去吗？米妮，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您别担心，爷爷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。大桥那边没有，广场和镇中心也没有发现他，那我们就再到郊区那边去找一找吧。报告，我找到米妮了，在16号公路这边。好的，马上赶到。走吧。米妮，你没事吧？快救救我，他被卡在两块岩石中间动不了了。罗伊，我们去搬动一下岩石。好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好的，数到三一起推。一二三。我得救了，谢谢你们。米妮，爷爷，爷爷，小丫头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对不起，爷爷，礼物被摔碎了。这是米妮努力做的，却成了这样。我本来是要送给爷爷一副老花镜的。米妮呀，你知道对爷爷来说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就是米妮你呀，你能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瞧你笑起来多漂亮啊。真是谢谢各位了。您太客气了。那既然米妮也回来了，就开始聚会吧。哦，开始聚会了。我们忘记了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没有准备礼物？真差劲！
别追了！波克，接着。这次轮到我了，波克。布鲁诺，那是我的球。来抢啊！抢到就还你。布鲁诺，快把球还给他吧。才不呢！布鲁诺怎么光顾着自己玩球啊？布鲁诺不懂得和朋友们一起玩。他们打球全都不带我。布鲁诺不在，大家都可以玩到球，真是太好了。没错没错，下次我们也别带他玩。什么？来，开始下一局吧。他们居然都不带我玩。这次该我了，波克。我去捡回来。在那儿呢。麦克斯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麦克斯好像出什么事了。麦克斯！救命啊！麦克斯！救救我！麦克斯，我来了。是沼泽，帮帮我，波克！来人呐！都怪我只顾着自己玩，大家都不跟我玩了。救命！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救命！我来了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在这儿。布鲁诺，我们掉进沼泽里了。你们别着急，我马上去报警。罗伊，你负责麦克斯，安巴，你负责布鲁诺，邓普就交给我了。大家抓紧时间。邓普，得救了！我也要沉下去了。马上就好，麦克斯。怎么样，大家都没事吧？这里居然有沼泽地，赶快在安全地图上标出来吧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不过呢，大家都没事就好。多亏了布鲁诺，又不差点出了大事。太谢谢你了，布鲁诺。我们不应该抛下你偷偷去玩，真是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之前都是我不好。
你肯定以为总有别的路可以回家是吗？凯普，你回不去了，更不要说开什么派对了。我们到了，威勒爷爷。谢谢你，凯普。不用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慢走。得快点回去准备派对喽。什么时候封路了？啊，没办法，只好走隧道了。全天都要施工，这下可糟了，那边封路了，这边也走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对了，那就走海鸥崖好了。嘿，看起来好险呢。我怎么也爬不上去了，谁来帮帮我？有人在吗？到底搬到哪儿去了？哦，找到了。斯普奇，你搬到哪里去了？好消息，我找到斯普奇的家了，我把请柬给他送过去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回总部了。凯普，你现在一定是急得不得了了吧？斯普奇。海莉。哎呦，终于找到你了。给。这不是凯普发来的请柬吗？是啊，昨天波斯提去送件的时候发现你搬走了，所以就没能交给你。原来是这样。凯莉，出大事了，我好像犯了个天大的错误。什么错误？就算再怎么生气也不应该开这种玩笑。你说凯普会去哪儿呢？应该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还是去海鸥崖那边看看好了。海鸥崖那边？我要是凯普的话，为了不迟到肯定会走那边的。我自己看看好了。等等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那里经常会有落石，很危险的。你在这里等我吧，一会儿见。啊，海莉，拜托啦！凯普，你在哪儿？凯普，快来人呐！找到了。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刚才收到海莉的报告，她说凯普在海鸥崖出事了，请大家立即赶往现场。是，小娟。海莉，我好怕呀！别担心，救援队一会儿就到了。别担心，凯普，我们马上就来，你们两个再稍微坚持一下。知道了。听我说，我下去把卡住的轮胎试着挪开，你们负责把凯普拉上来。知道了。罗伊，潘巴，拉住。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就敲碎岩石把轮胎拉出来，开始喽！拉吧，放慢一点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但无论如何，欺骗朋友总是不对的。
这我也知道。罗伊，哦，是你把我的图纸弄坏了吧？哦，什么？小娟，你误会我了。哦，那个，不要再装糊涂了，我可是有证人的。早上我看到你去过维修室了，小娟知道后就生气了。对不起，罗伊。不怪你，安巴。早上我是去过维修室，没错，但是图纸真的不是我弄坏的。到底是谁干的呢？别吵了，大家都别吵了，是我把图纸弄坏的。我对不起小娟，一直不敢对你开口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海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要是早点承认就好了，因为我害大家互相猜疑。我的轮胎，我的轮胎，斯慕奇着火了，怎么办呢？斯慕奇，斯慕奇，出什么事了？海丽，我在练习焰火魔术时不小心起火了，快救救我的宝贝轮胎！先别管这些轮胎了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。快跟我来，斯慕奇，快点！我的轮胎！得赶快行动！怎么办？我飞不了了！好晕啊，可能是吸入了太多的浓烟。小娟，海丽她不是故意的，真的是不小心啊。再说她已经承认错误了，要不然你就原谅她吧。哼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小娟，我家着火了。什么？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了海丽的帮忙。但是海丽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，她好像飞不了了。对了，刚才海丽说她的尾翼好像坏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？海丽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用担心，小娟，海丽不会出事的。大家立刻出发去斯普吉家。知道了。我现在进去，去找海丽，你们负责熄灭外围的火。没问题。海丽，海丽。醒醒啊，海丽！罗伊，来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海丽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都让我们担心死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要是我一开始就说了实话，事情也不会到这种地步。别这么说，海丽，只要你没事。就比什么都好。是啊，而且小娟她也已经原谅你了。是吗？太好了。话说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一点小事而已。海丽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得再休息一阵子。没事的，我去就回。你都熬了一整宿呢，一会儿见。海丽。